曾经执掌过这个国家。为什么又杀了我父亲？我去，我左手拿枪。别动，我在案发现场找到的。你的基本功还是很扎实的，功法和指法都非常好，只是在音乐的感觉上稍微欠缺了一点，多练练就好了。那以后还是要多靠您指点才是。我们以后一起学习。哎呀，看来你们聊得不错呀。嗯，挺好的，老师说我的基本功很扎实。这是我哥哥，就是他为我登报找您的。啊，那我们都得谢谢您了。太客气了，我叫林佩东。我父姓上官，叫婉玉。哦，上官，很好的姓啊，让我联想起唐朝武则天身边那个才女上官婉儿。我哪里敢高攀呀、啊，我只不过是从北平到上海的一名普通教师。你们先聊，我出去打个电话。哦。我在医院丢了样东西，差点惹出麻烦。你说的是这个吗？嗯。啊，上官老师，能看看您的琴吗？啊，您请便。哎呀，这可真是把好琴呐、啊。如此说来，戴玉农真的打算铤而走险了。将军，唐公馆的进出现在已经非常不方便了。今天我进去的时候，也是经过了严格的搜身，特别是那个孙一桥，鹰一般的眼睛直逼过来，让我感觉到紧张。已经引起他们的警觉了。嗯。不过这种警觉，不是冲着我们来的。而是冲着戴笠的军统的，这样一来反而对我们有利了。将军，您的意思是，如果唐绍仪真的被暗杀了，那么
我们的这盘棋还有什么意义可言呢？养父没有了，养子的意义何在啊？所以无论如何都要保障唐少仪的安全。难道除了唐少仪，中国就没有更合适的人选了吗？亲爱的松山秋子小姐，虽然你从小生长在中国，也取了一个十分优雅的中国名字叫上官婉玉，可是你还是不了解这个国家呀。这是一个崇拜帝王将相的国家，因此人的问题就特别重要。2000多年前陈胜吴广揭竿而起，打的就是项燕的旗号。谁是项燕？他是西楚霸王项羽的祖父。一个小小的张楚都要打出项燕的旗号，何况一个泱泱大国。今天虽然我们实现了军事占领，但如果没有一个可以号令天下的人作为我们的代言人，那是征服不了中国的。这就是以华制华吗？我本来是想请任成玉率的吴佩孚出山的，三顾茅庐，可那老家伙丝毫不给我面子。眼下我就只能指望这个唐少仪了。将军，刚刚收到重庆的情报，王精卫有意与我们接近。这倒是个好消息。不过王精卫可是个政治掮客，他可是不见兔子不撒鹰啊。当然了，如果有一天我们真的能够和王精卫合作，那么这个唐少仪就可有可无了。我们的机会来了。据线人情报，明天上午法租界工部局要在万国酒店举行一个盛大的酒会，邀请的都是有头有脸的人物，其中就有唐少仪。这是酒店的地点，他的坐车必定走这条路。对，这是一条必经之路啊。我们就在这个十字路口下手。镇长，你能确定姓唐的明天能出现吗？唐少仪是个爱面子胜过爱性命的人，这两年被冷落了，好不容易有这样一次大出风头的机会，你说他能轻易放弃吗？老爷，明天那个酒会您打算去还是不去啊？当然要去了，租界地的华商代表还有上海滩那么多的闲拿要见我一面，如果不去不是太失礼了吗？老爷，可是一路的安全蒋介石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对我动手？蒋先生他未必如此，关键就怕那戴雨农啊。戴笠，小丑一个，他敢对我怎么样？哎呀老爷，那戴笠的手段可历来都是狠毒的呀。您还记不记得5年前在亚尔培路对杨庆佛先生下手的，那不就是他指使的吗？老陈，毕竟时代不同了，现在连日本人在租界地里都不敢横行霸道，就凭他戴笠手下那几个余孽毛贼成不了气候。不是我好，忙去吧。嗯，去吧。哎，哦，陈叔，老爷怎么说了？哎呀，老爷明天还是指定要去呀。那就只好这样了。
孙先生，你要不要多带上几个人呢？不用了，人多反而手杂。哦，陈叔啊，哎，从现在起，只要有找我的电话，就转到我房间去。啊、哦，哎，孙先生，孙先生，这不会有什么事儿吧？还是警惕一些的好。那是，那是。只要唐少仪一出来，我们就在那个路口下手，先拦住他的车，再从几个方向一起开火，把他给我拿下。我觉得我们可以先弄些炸药埋在半路上，到时候连人带车一块儿就能给他炸上天。嗯，这可不行，别忘了我们是在法租界下手，惊动了巡捕房脱不了身，那我们可就吃不了兜着走了。嗯，老曹，你觉得这个方案如何？今天晚上你可是一言不发呀、啊。既然是戴老板定的调子，也就只能跟着上了。这个方案还是可行的，不过，不过什么？还是不要把动静搞得太大吧。不、哦，我们这次就是要把动静搞大，就是要来他一个杀一儆百。就是要让全中国的老百姓都知道，这就是当汉奸的下场。谁说唐少仪是汉奸了、啊？哎，哎，我说老曹，你什么意思啊你？我是说，唐少仪究竟是不是汉奸？毕竟我们手上缺乏证据啊。哎，证据这东西，历来就是事在人为。等我们把这笔买卖做成了，那唐少仪和土肥圆拱手作揖的照片我们报上一登，哎，谁敢说他不是大汉奸？谁敢不认为我们是在为民除害呢？我跟你说，唐少仪可不是一般的人物。肯定是个好事。然后我只知道，这次行动是秉承戴老板的指令。尤其是你小，经常坏事，你到时候可别等我。那好吧。我们都回去分头准备吧。等等，今天晚上谁都不许离开，我们一起打上八圈，天也就亮了。
云桥，怎么样，好看吗？好看。怎么你也要去？我要去圣玛利亚教堂参加一个慈善演出，正好顺路。慈善演出穿得这么花哨？你这人怎么尽扫人兴啊？我随便一说，别当真。孙先生。哦，少爷，请给我一支枪，今天我跟你出发。少爷，这就不必了吧？你最好不要劝阻我。我是说，眼下日本人不是还在盯着你吗？哥，他说的对。伯父的生死远高于我个人的生命，这是我们林家几十年的规矩。难得少爷一片孝心。不过，一桥，把枪给他。啊，给，谢了。佩瑶，嗯，你不是要妈的镯子吗？你找到了？其实就放在我的枕头下面，我给忘了。哎，别忘了还我啊！这才像我哥哥。小姐，咱们俩坐前面的车，少爷你和老爷坐阿宝的车。好的。阿宝，哎，车到后面跟紧点。好的。阿宝啊，啊，你可当心点啊！知道了，知道了。你瞧你这孩子。行了，行了。何必搞得这样惊弓之鸟的？开车吧。目标已经出发，在第二辆车上。按照我刚才的部署，各就各位，记住了啊！第一辆车放过去，目标是第二辆车，你们两个从两边上去，把老狐狸从车里给我轰出来。嗯，听明白了吗？听明白了。老曹，你跟我从正面伏击，万一我失手了，你必须马上冲上去补上几枪。我知道了。行动吧，小姐，我看你还是坐到车后面去。为什么？这样会影响我开车的。我偏不。真不愧是灵梅村的儿子，伯父，这是我应该做的。你怎么不说话呀？我在开车。你不开车，也没见你说什么呀。那你想让我说什么？坐你的车真没意思。三分钟，车就过来了，你快下去准备吧。那好吧。坐下。你别害怕，我不会伤害你。你想干什么？家里有蓝布吗？没有。
蓝色窗帘，孙一强，你疯了！趴下！怎么回事？快掉头！哎，伯父，趴下！ 没事，老王，不是说好了把第一辆车放过去吗？怎么提前开枪了？撤！好你个戴玉农，竟然在光天化日之下对我大开杀戒，还有没有天地人伦廉耻之心？伯父。 您跟这种人还谈什么廉耻？我现在就给蒋介石写信，问问他，眼睛里还有没有我这个国民党的中央监察委员。伯父，我倒觉得这件事情上，戴玉农未必有这么大的胆子。你是说，蒋介石知道此事？以我平素对戴笠的了解。 他这个人在大事上还是不糊涂的。你想啊，以他的资历，能成什么气候？一个黄埔六七的普通生能官拜中将，他靠的不就是老蒋吗？再说了，他们俩还是同乡。哼，蒋介石如果真知道这件事儿，就是他得手了。 他也下不了台。老板，我是王叔。我一直在等你们的电话。我们今天的行动失败了。什么？失败了？当时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。他们的车在即将进入我们伏击圈的时候。 就突然掉头回去了，而且他新雇来那个保镖身手不凡，连伤了我们两个兄弟。王叔，你给我听好了，这件事一定要给我查清楚。参加这次行动的每一个人都必须查，看看风声是怎么走了出去的。我马上查，马上。另外，尽快了解一下那个保镖的来历。好，您放心。那我们下一步该怎么办？制裁计划继续进行。 开工没有回头箭，此事不达目的，绝不罢休。是。老板是不是发火了？电话里嗡嗡的，我就纳了闷儿。 难道唐绍仪这个老家伙能掐会算？怎么刚刚进入我们的伏击圈就掉头了呢？我跟你说了，唐绍仪不是个简单的人物，真是不可思议啊！老板是不是怀疑我们内部出了问题啊？嗯，这种怀疑恐怕没有什么道理吧？
我们昨天晚上全都在这间屋子里打了一宿的麻将，谁都没有离开，怎么去通风报信啊？即便是今天，我们也是在唐少仪的车出发之后才分开的，没有可能去通风报信吧？说的是啊，我也就是担心内部不严实，所以才没有留出富裕时间。可他们怎么就会掉头跑掉了呢？这恐怕就是天意了，唐少仪命不该绝。不，老板说呀，这个事不达目的，绝不罢休。哼，看来老板是跟唐少仪较上劲了。怎么样，我现在可以自由了吧？回吧，叫楼下那几个弟兄也都散了吧。累了一天，我也该去泡个澡了。活到现在还后怕，当时要不是你，我可能就……事情都过去了，你就当是做了一场噩梦。睁开眼，天都亮了，太阳不还照样暖洋洋的照在身上吗？瞧你说的那么轻松，我现在走路腿还是软的呢。那你这是身轻若燕了，啊？讨厌。你以后坐我的车，你可千万得坐在车后边，啊！不，我偏要坐你边上。你看又不接受教训。啊，你疼得厉害吗？还行。你眉头都皱紧了。嗯，我这人平常就爱皱眉头，嗯。李乔。嗯。谢谢你。哎。我现在知道了。知道什么了？梅兰为什么放不下你？梅兰姐。来了。白天的事情我都看见了。你怎么看见的？当时我正在附近采访。你伤得重吗？嗯，哦，擦破点皮，没事儿。梅兰姐，今天要不是一桥，我就再也不能和你说话了。佩瑶，就当是场噩梦吧，都已经过去了。一桥，嗯，你好好休息吧，我到佩瑶房里坐会儿。哦。喂。幸亏我这个人记性还好，你呢？目前还算平静，他们还怀疑不到我。不过什么？这笔买卖并没有完。你说什么？戴老板说了，这笔买卖还得接着往下做。确定吗？确定。戴老板没有收手的意思。知道了。梅小姐，张总编找您呢。好，谢谢啊。
昨天上午，在霞飞路东段发生了一些事，听说你当时正好在现场。您是指几个不明身份的人袭击汽车吗？你别给我打马虎眼，那就是唐少仪的车，你再熟悉不过了。难道你没看现场照片上的车牌吗？有什么话您就直说吧。嗯，这是一篇抢眼的独家新闻，你立即赶写一篇稿子，配上你现场拍下的照片，今天上头条。题目嘛，我替你想好了，民国第一总理险遭暗算，你看怎么样？对不起，张总编，我不想。你不想？对，我不想。梅兰，你可是报社的骨干记者。可我也是唐家的朋友，唐少仪是我的父辈，也是我父亲的朋友，你能让我在他遇见危难的时候去抢新闻吗？其实我也不是那个意思。张总编，您是我尊敬的老师，昨天晚上我想了一宿，我发现最近发生在唐家的事情太多了，也太蹊跷了，这其中就包括我父亲的遇害，所以从今以后不管发生什么事情，只要和唐家有关系，我都会密切关注，但是我绝不会公诸于众，我一定会查清楚我父亲遇害的真相。要不是孙一桥用身体挡着我，那我现在肯定就没了。梅兰姐，如果一个男人能在危机关头这样舍命的保护我，我真的太幸福了。我想当初你和我哥哥差不多也是这样吧，对吗？紧紧地抱着我，我到现在都还能感觉到他的体温。也许我就是在那一瞬间，我发现自己爱上了他。梅兰姐，你不会笑话我吧？怎么会呢？我为你们高兴。你是说你为我们高兴？对，为你们高兴。谢谢你啊，梅兰姐。
一桥，能走得开吧？你想说什么？想跟你谈谈昨天的事儿。我想告诉你，昨天那档子事儿不是日本人干的。不是日本人？没错，袭击我们的是戴笠的军统特工。军统？嗯。军统竟然想谋杀唐绍仪？不可思议是吧？但这是真的，消息可靠。怎么会这样呢？他们不是一直在打算把唐绍仪接走吗？怎么这么快就变卦了？其实事情倒也不难解释，因为凌佩东、土肥原去了两趟唐公馆，远在重庆的戴笠就起了疑心，于是就动了杀机。难道重庆方面据此认为唐绍仪是汉奸？这太荒谬了。这种事戴笠是干得出来的，可我不明白的是，为什么事情会越来越复杂？先是凌佩东被抢到了陆军医院，然后就接二连三的开始死人。后来凌佩东又逃回来，日本人居然不过问，又轮到军统来插手。我真是被越搞越糊涂了。你认为昨天的事与凌佩东有关？这本来就是一件事儿。可昨天他也在现场啊。是啊，他当时就坐在唐绍仪那辆车上，他本人也是被袭击的对象，而且他还和我一起并肩作战。听你的口气，你好像希望这件事不该是这样吧？不瞒你说，这结果确实让我很意外。意外？没错，我很意外。假如……哦，我是说假如啊。如果当初我怀疑凌佩东有辩解之嫌，那这次的行动恰好推翻了这个判断，不是吗？孙一桥，你是不是太过于敏感了？也许是吧。怎么？你不高兴了？我没有。可我感觉到你……我没有。说过，这件事情本来就很复杂。请你把这个交给林佩瑶。为什么要这么做？因为他需要。还是因为你不需要？这个姑娘爱上你了。爱上我？哦，这么快，一个富家的千金就爱上他的保镖了，你不觉得这很荒唐吗？可这是事实。事实是这样，一来你就彻底放松了，你就可以踏踏实实跟那个凌佩东。我说过，我父亲尸骨未寒。
刚才是我不好，别往心里去，对不起。该说对不起的是我，谢谢你送我回家。心酸掩藏。